你又要在监里干什么坏事了？看你说的。你不说明白，我就是不走。看来真的是天意。我告诉你，我那条锦鲤确实没有变色。既然没有变色，那就是有缘无分。没有动静，我觉得有点不正常。张处长，这是本地习俗，被绣球抛中的，一会儿戏子会下来把你拉上去。来，张处长，戒婴方案已被通。不知身亡了。据你们分析，是谁干的？他用的是延迟引信，应该是专业特工所为。县长，我已经询问过戏班里的人了，据他们说，曾经在后台见过武先明，所以我分析，这个将绣球调包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武先明。武先明，若是他就好办了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先把胡寡妇抓起来。吕县长。有什么冲着我来，别难为一个妇道人家。武文书，这是从武逆身上搜出来的，还是先上交为好。行，反正早晚要发还给我。刘忠孝，我想和你单独谈谈。死到临头还这么多说辞，德彪，拉出去毙了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还想骗我？告诉你，这个暗号早就废止了。就算不废止，你也只能回答出一个臣字。怎么？你还有什么别的花样？臣字除边去木，日。究竟是什么人？暗号尚未废止之前，如果能回答出一个臣字是什么人，
中级以上的情报人员，如果答出所有人都不知道的答案呢？据说，只有长江一号。 我答出来了，吴先明，这种伎俩只能用一次，还想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蒙混，又说你是长江一号，我等魏耀阳讲话。魏耀阳去荆州了，我知道，等他回来吧。还在这儿拖延时间，就是菩萨也救不了你。德彪，拉出去毙了。等等。 他的确说出了谁也不知道的答案。刘忠孝不是说了吗？暗号已经废止。我看，还是等魏站长回来再说吧。 好吧，你去催他一催。 德彪，这个人诡计多端，和魏耀阳有旧交，留着恐怕不妥。等等。 这个给魏耀阳看，就能证明我的身份。万一我遭不测，有人会前来与你联络。如果对方手里拿着另外一本账簿，此人可以信任。 真是高层的内奸并没有到荆州来，我估计他们这一招是声东击西啊！莫非他们去了监利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。胡掌柜，杜建姑娘受了伤，在镇公所救治，吕县长想请你去看上一看。 刘德彪，我德彪，你开枪，你的建成就完了。那好吧，刘中校，先把他关起来也好。是，还是等魏站长回来发吧。关在你们长江工作站吧，你去藤田房子。是。
武先明，都说你是属猫的，有九条命。你觉得这次还能死里逃生吗？所以我绝不会再婆婆妈妈的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万重山是我结拜大哥。本来我们说好一起去投日本人，结果他惨死你手。你说我能放过你吗？还有什么遗言，无关紧要的，我可以转达。告诉魏耀阳，找我弟弟。武先明想要夺枪，我只好将其击毙。这可真是荣进九州铁，难铸今日错呀。武先明是货真价实的长江一号，一直受冯处长单线指挥。冯处长一直认为918师是江北栋梁，所以想尽办法予以保全。武先明具体执行的便是这项任务。冯处长不慎身陷囹圄，是武先明暗中运筹，与冯处长合谋苦肉计。我才与冯处长取得联系，从而将种田工所乘飞机航行时间报与沿途部队，才有种田工命上荒野一幕。那你跟冯处长是怎么结识的？国共合作，共同抗日，冯处长与我方早有来往，我一直代表新四军与他联络。可是武先明杀了万重山，万重山有投敌之意，被冯处长试探出来，所以铤而走险，妄想认贼作父，武先明自然要将他剪除。可是武先明在恩施还刺杀过余科长。余化龙早在武汉时不慎落入敌手而叛变，
这一内情由我新四军敌工队所获，但冯处长苦于无法公布情报来源，而一直难以除去这个隐患。正好他与你争夺站长之位，于是冯处长命令武先明将他除去，一举两得。可是武先明上次回监里救胡寡妇却是难以解释。玉秋，这点事情我可以向你解释，那是武先明唯一失态的一次。武先明对胡寡妇虽然没有真情，但还算是有真心。他不能坐视胡寡妇替他受过，他已经得到了惩罚。当时我觉得还很奇怪，冯处长一向为人儒雅，怎么会拿马鞭打俘虏？现在想想看，他是在警醒武先明不要因小失大。你还知道你是谁啊？那武先明此次刺杀张岩是受谁的指使？这就是死监的作用，在最危机的时候不需要任何人指派，他自己便会铤而走险，玉石俱焚。事后从这个张处长的尸体上想必搜出许多难以解释的物件吧？是啊，当时从他身上搜出了所有六战区和九战区的机密文件和作战地图。你说去监里视察带这些东西干什么？这么说张年是内奸？据冯处长分析，这人一开始倒也不是死心塌地的汉奸，只是权欲熏心，想借日本人之手排斥异己，为自己扫清仕途障碍。可是冯部长死了之后，此人可能受了日本人的威胁，走上了不归路啊。其实我早就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发现本战区的高层有内奸，当时就把目标锁定在了张年身上。我之所以谎称说冯处长没有死，就是为了打草惊蛇，可是没想到他声东击西，在监里就和日本人接上了头。其实我和武先明都是为了同一个除奸目标擦肩而过的，幸好武先明当机立断。倘若这些绝密情报落入日军之手，对战局的影响不可估量。为什么我做什么都换不回你的真心？为什么你忍心帮着廖阳一起骗我害我？武先明，我们各为其主没得选择。好，我现在就投靠九幺八，投靠你许处长。你能像对付廖阳一样对我？天地知道，我有亲人，有朋友，有知己。有家吗？我什么都没有。有本事你就把我忘了。在共产党新四军的感召下，冯唐一直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坚决执行者。武先明作为他的左膀右臂，长期与新四军并肩奋战，
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。新四军李师长为失去这个朋友而万分悲愤。孙长官，刚刚接到长江工作站急电，长江一号殉国。吕县长，吴掌柜要见你。搜。已经搜过了。再搜。武先明之死属于误伤，我也非常悲痛。胡掌柜有什么要求，尽管向政府提，我一定尽量满足。今日我要将他的尸体运走埋葬，只有一个要求，请将他的配枪归还，与他同葬。事关军人荣誉，请县长开恩。这枪就算是我送给长江一号的吧。
见，今日我要让你难逃公道。这个人是个汉奸，武先明就是他害死的。为了窃取情报，我把18哥放在他的房间里，那只鸟现在就在我的房间里，你一听就知道是千古奇冤。留着打日本人吧。白天赶过尸，也没有穿过那么花的衣服运过尸。今天是头灰破例，因为姐今天不是运尸，今天是送我倒插门的郎君回家。武先明误杀了贞子少佐，但他对皇军的忠心日月可见。我们要举行隆重的仪式，纪念吴队长。师团长，大事不好！什么事？皇协军第三师突然哗变，投奔江南重庆军去了。第三师师长罗毅是武先明生前推荐的得力人选，怎么会投敌？哗变的军队正是由罗毅亲自带领的。罗毅，吴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为兄，这两日我正在对潘冕的128旅进行策反。已经初见成效。怎么没听你说过这个事儿？或许我们都应该向武先明学学，成功之前不是声张。需要我配合什么？若是成功，他们需要通过国军防区，所以还请魏兄代为联络，请沿途国军放行。部队准备开到哪里？918师已经烟消云散，他们最终的出路自然还是投奔国军。不过，先需要一点时间整肃内部。明白了，我去协调这个事情。
季处长，果然是你。怎么，在外面混不哈气了？看在同胞的份上，我可以在皇军这儿给你谋一条出路。那就多谢顾旅长了。不客气。报告师团长，黄新军九师两个团突然离开驻地，去向不明。季处长，你放心，有兄弟我在，保你过来还是上校。师团长，师团长，他就是918情报处处长许一初。顾，你的两个团开到哪里去了？什么？我的两个团开走了。看见师团长，谢谢你给他们补充了弹药，更换了武器。他现在已经开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，相信不久你将会在战场上面与他们重逢。许一初，你顾兄，拿出点大丈夫的样子来。许团长，我冤枉啊！他这分明是把我引开，好让方金仔的旧部去催翻我去。我最多也算是个死茬，但绝无叛意啊，许团长。对，与顾兄无关。站住！许团长，许团长。我冤枉啊，司团长，我冤枉啊！啊，伪军反正的两个团已经顺利通过了你们的防线了。对对对，我估计他们会就近休整。哎，到时候请铁军长给予关照啊。什么？他们没有停下来，直接往北开了。魏兄，请原谅我欺骗了你，我的确是在策反顾旅，不过不是为了国军，而是为了另外一支抗日的队伍。我现在是这支队伍的一名新兵。只要我有什么事，
长江工作站站长魏耀阳中校，轻信失察，导致伪军两个团顺利通过我部防区，投奔新四军。长官部认为，此人不适合在长江工作站继续任职，正好二战区向我战区请调情报人才，着令该员即可前往二战区，听候任命。我跟你一起去二战区。怎么，嫌我累赘？黄土高原并非是鱼米之乡，你是空心菜到了那儿。到了那儿，我怕没有水的滋润。改了，从今天起我叫常青藤。那陈长官知道你的决定吗？魏中校，现在要跟你走的不是上将的外甥女，而是你的同事，你的部下，国军中尉武林。死的死了，散了散了，只剩下这奔腾的长江，后浪推着前浪，喧腾的中华民族，不屈的涛声。心。